别再错过成为品酒师的机会了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带您进入美妙的品酒世界，从酒鬼转型成为杰出的品酒师。威士忌酒杯是品酒的重要元素之一，能够影响威士忌的味道和香气。以下介绍几款常见的威士忌酒杯品牌及其特色。Glenting 威士忌杯。 Glenting 威士忌杯是一款设计精良的威士忌杯，其形状特别适合品评威士忌。杯子的底部呈现凸起状，有助于让威士忌的香气慢慢释放出来，让品酒者能够更好地体验威士忌的风味。 Riddle 威士忌杯。 Riddle 威士忌杯是一款由奥地利知名玻璃制造商 Riddle 所生产的威士忌杯，其特点是瓶身较为粗短，杯口较宽，有助于提升威士忌的香气和味道。 Norlen 威士忌杯。 Norlen 威士忌杯是一款经过专业设计的威士忌杯，其外形独特，由两层玻璃组成，内层杯子能够让威士忌更好地与空气接触，使味道更加丰富。 Weeby 威士忌杯。 Weeby 威士忌杯是一款经典的威士忌杯，杯身较为粗壮，口径较小，有助于聚集威士忌的香气和味道。总的来说，威士忌杯的选择应根据自己的品味和口感需求进行选择，并且应该选择具有良好设计和制造工艺的品牌。